大家好，欢迎收看《经典传奇》。话说某一天，几个探宝人意外闯进了一座古墓，里边一副石棺，棺体相当的精美。可不曾想，当探宝人正想打开它的时候，突然棺盖剧烈震动起来，而随着棺盖的震动，我的天哪，棺材里边不时传出一阵恐怖的声音，一股神秘的黑烟从盖缝里喷了出来。古墓对于盗墓者来说呢，价值就在于里边有宝物，但是对于探秘者来说，最重要的却是古墓背后的离奇真相。好，来说今天的故事。那是2013年的冬天，杭州临安市西北郊外的将军山一项工程呢正准备开工，可就在这个时候，杭州市考古所的人员却发现将军山南麓的一处小山坳地形相当奇特。您注意看屏幕上闪亮的这两个地方，山坳两边顺沿着山势延伸出来的这两块，像什么呢？像一个人伸出两臂准备合掌抱拳的样子啊，就这么个样子，刚好把山坳抱在怀里。您肯定要问了，这种地形奇特在哪儿呢？您听好了，它完全符合中国古代堪舆学风水宝地的标准。您看啊，左边伸出的古人叫做青龙抱手，右边这块叫白虎抱手。所谓左青龙右白虎，从古代风水的角度来看，这是相当难得的，更何况后背还靠着将军山，这叫有抱有靠，一处顶级的风水宝地。那风水宝地一般会有什么呢？考古人员怀疑这地方很可能有古墓，因为古人信风水啊，只要在风水宝地下葬，就可以庇佑后人，福荫子孙。另外考古人员做出这样的判断还有一个原因，刚才说了这个地方叫将军山，地名是怎么来的呢？民间传说古代有一个将军埋在这儿了，但是墓葬在哪儿没人知道。那有没有可能传说中的将军就埋在这里呢？当然了，这也只是凭经验直觉，具体还得看勘测。很快考古所决定对山坳进行试探性的勘测，结果怎么样呢？谁也没有想到，几把探铲一下去，竟然铲出了一个惊人的结果。这个小山坳里不仅真有古墓，而且还是一个巨墓，占地起码超过3000平米。这是什么概念？咱们现在老百姓的房子，以100平米一套算，差不多得30套，堪称巨大。而且这么大的墓，临安就没有过。可是，您不知道吧？勘探结果让大家震惊的可不止这个，还有，先说那两个抱手啊，在右边的白虎抱手，钻探人员发现这个坡体的土层呢很多地方不一样，主体是自然形成的土层，但是很多部位却是杂土，也就是人工填补的，面积还不小。至于左边的青龙抱手，那就更让人不可思议了，从整个坡体一路下来，下面全是夯土层，也就是说所谓青龙抱手完全是由人工铸造的。这还不算，最让考古人员震惊的还是大墓上方的封土。您知道封土有多厚吗？3000平米的墓葬，上面的封土最深的地方厚达13米。您看看，右抱手大量改造，左抱手完全人造，而整个墓葬的封土更是厚达13米，这得多大的工程量？但就这一点，这座古墓就称得上绝对奢华。而奢华的古墓意味着什么呢？两个字，宝藏。很快，杭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以及临安市博物馆迅速抽调精兵强将，组成联合考古队，开始对这座古墓的发掘。我们当时技工加上我们的民工啊，文物保护的科技人员啊，反正各个方面涉及到的一些人员一共有20多个。那么这究竟是一座怎样的墓葬？是哪个年代留下的？墓主人是谁？墓葬里又会藏着什么秘密呢？相信此时此刻您脑子里一定充满了这些问题。这里呢，幻之先给您透个底，这个墓的发掘过程可以说是跌宕起伏，而谜底更是意外离奇。好，先说过程。按照计划，将军山大墓的发掘呢，先从被山坳环抱的缓坡开始，然后向依山而建的封土堆逐步推进。正式发掘开始以后呢，我们
当然前期是先布好探方，为了这个布方就是把它的位置卡准嘛，墓室嘛，前边是那个应该是一些墓前建筑，那在布方的基础上做了两个探沟嘛，就是咱们看到的这两条十字交叉的土沟。通过探沟，专家可以判断出这个墓的结构啊、地层啊等等这些情况。一个探沟是贯穿这个墓室和前面这些墓前建筑嘛，看看它们之间是怎么连接的。在这个墓前建筑的这个中部也做了一个探沟，纵横两个探沟，我们就可以更明确它的这个分布范围。那么专家探出了什么呢？你来看，不得了，这个大墓的封土不是咱们所想的，把土堆上去就完事儿了。看到没有，层次分明，它是一层一层夯上去的。总共发现了多少层呢？它一共有30层那么多。一个墓封土竟然夯了30层，而且每一层的面积可是3000平米，这得多大的工程量？毫不夸张地说，有些皇子龙孙的墓封土的工程也未必比这大。不光是这个，再看贴近墓顶的地方，第一层开始就贴近这个墓的墓顶，然后它就是夯打得比较结实，然后还隔几层呢，它也还要也就铺一层木炭用来防潮。而且呢，每一层碑土它那个致密度啊，那个包含物啊，都蛮有特色。靠近墓室两边的，它是用那种粘土块和一些风化山岩颗粒，就是一些就山上那种很粗的那种石块。很显然，封土的内层用石块构筑，不仅是为了密封，更是为了防盗。而从探沟挖出的泥土来看呢，石块和石块之间掺杂了很多石灰浆，相当的坚硬，基本上跟现在的水泥差不多。30层封土，每层夯实，最里边还夹杂石块，石块和石块之间还掺杂着石灰浆，搞这么复杂干什么呢？专家推测，其用意无非是两点，一是为了让大墓保存得更久，第二呢，就是为了防盗。很有可能大墓里边藏着太多的宝藏。随着探沟打下去，当时考古队是群情激愤，这意味着大墓里边很可能会出现惊人的宝藏。那么这座可能藏着巨大宝藏的大墓会是哪个朝代的？墓主人究竟是谁？在这座大墓里又将发现怎样的秘密呢？豪华大墓将会有何惊人发现？惊悚头骨究竟是何人所留？大墓占地3000平米，工艺复杂，堪称奢华，为何却没有宋代大墓标配的祭拜场所？将军山大墓的离奇真相，经典传奇正在为您解密。上节说到，杭州临安市将军山的大墓，从外部规模、工艺来看，绝非普通古墓，地下很可能埋藏着大量的宝物。那么它究竟是哪个朝代、哪位大人物的墓葬？封土为什么是30层？为什么不是29或者31层呢？这个30究竟有着什么含义呢？先说年代，根据封土的结构特点，专家很快推断墓葬的年代应该是在宋朝。根据浙江地区同类的墓葬，就可以比较出来，是吧？就大概的年代可能在宋代。这里要说一下宋朝，一直以来呢，中国人都以汉唐为骄傲，大气度、大手笔，在世人眼中呢，那个时候的中国是泱泱大国，万国来朝。宋代呢，似乎是软弱无能的印象给人，什么辽啊、金啊、西夏呀，经常来欺负宋人。但是事实上，有一点很多人不知道，宋朝相当有钱。据说当时宋朝的人均 GDP 呢，已经达到了2280美元。而一直到18世纪的欧洲第一次工业革命之后，英国的人均 GDP 才差不多到宋朝的一半多一点儿，1250美元。还有一个说法，现在的中国经济啊，说是总量排世界第二，但是宋朝的时候，中国的经济总量呢，全世界的80%。为什么会这样呢？因为历经五代十国的战乱之后，宋朝的政治呢，非常的开明，打开门做生意。以商业促发展，所以宋朝人是特别有钱的。好了，再来看将军山大墓。这座大墓位于杭州临安，杭州是南宋的都城，
经济发达是自不用说了。那您说这座光工程量就大得吓死人的大墓里边能少得了宝物吗？所以很快发掘工作就开始了。考古队采用的是大揭顶的发掘方式，就是从上边一层层刨开。可是谁也没有想到，两个月清完封土来到大墓层的时候，一个惊人的场景出现了。可能最特别就是他所用的这个材料全部用砾石来，也就河卵石吧。估计您也不敢相信眼前的场景吧，在30层封土的下面竟然还藏着一个将近200平米的小广场。而且您看啊，大大小小的砾石不仅是铺设了通道、地坪、拜坛、水渠，规划的是错落有致，关键是相当的漂亮。不过啊，在惊讶之余，考古人员却发现这个墓前广场啊却找不到寝垣、享殿这类的建筑。是因为封土太厚压坏了吗？不是，因为像沟槽啊、柱洞、石板、砖块这些残留一点儿都没发现，这就说明这里没有寝垣和享殿。他可能临时过来祭祀的时候摆放一个祭柱啊之类的，就跟我们现在清明去拜山一样嘛。疑点就在这儿，按照正常的宋代大墓的标准，寝垣、享殿这些用来祭拜的建筑那是标配，可是将军山这座大墓呢却没有这些。墓主人有钱却连享受后人祭拜的建筑都没有，这个主人会是传说中的将军吗？一时间将军山大墓让人感到是迷雾重重，而要解开这个谜团就只有看墓室发掘了。发掘之初呢，考古人员对大墓出土宝物呢还是充满希望的。你看啊，除了上面30层夯筑的封土宝库，它的左右还有后壁都是利用山体的基岩开凿的，而侧墙还砌了5层砖，前面再加上由大石块组成的金刚墙挡着。啊，按照正常来说呢，想要盗挖这种墓非常难，但是考古人员还是大吃了一惊，几个直通墓室的盗洞赫然出现在了大家面前。可以明显的看到，就是后壁两侧壁有盗墓者开凿了几个大洞。盗墓者可能想看旁边延伸的有没有藏什么东西啊。盗洞的发现让考古人员当时心里一紧，最不愿意看到的事情还是发生了。那么这座大墓主人的身份还能揭开吗？谁也没想到，就在这个时候，在一座耳饰的壁龛里，考古人员有了意外的发现。在这个左室的左壁原来它有几个道坑，发现了一个人的头颅。这个头颅是谁的呢？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？带着这些疑惑，队员们又开始仔细的检查了墓室。可是最终的结果还是让大家大失所望，大墓基本被洗劫一空，仅仅在墓室地下的泥土里发现了10几枚唐宋时期的铜钱，至于什么棺椁呀、文物呀，啥都没有。您说这些盗墓分子可恨吧，一点线索都没留下，怎么办呢？难道说充满希望发掘的大墓就要以这种遗憾的方式收场吗？不能，不是还有一个头骨吗？现在就来看看这个头骨能告诉我们一些什么。后来我们就把这个头颅拿去一个检测机构去检测，就看看这个头颅它这个年代、性别啊之类。很快检测结果出来了，这个头骨是什么人的呢？一个女性的头骨，从腐败的程度来看呢，应该是宋朝时期的。如果这座大墓是将军墓，那么它应该属于将军夫人。可是她的头颅为什么会出现在盗坑中呢？盗墓分子这么做有什么目的呢？应该没有什么特别意义，我觉得就是应该是盗墓的他这个随手拉了吧，然后就把这个头就顺便就放到那里面去了。这样的结果确实让人有些哭笑不得呀，线索又断了，怎么办呢？难道这次大墓的发掘真的就要无功而返吗？您猜怎么着？就在大家再次以为要遗憾收场的时候，传来一个消息，在封门的金刚墙下有人发现了一块大石板，上面刻着很多字儿，不用说那就是宋代大墓常见的墓志铭。从外面看不太清楚的啊，只能看见那个有一层河卵石，然后我们把这层河卵石先是做了个小解剖嘛，之后就发现
它就露出了那个方形木质的一个角。咱们来看一下啊，这是一块80平米见方的石板，石板雕饰相当细致，四面边缘刻有缠枝花卉纹，分别为荷花、梅花、牡丹和芙蓉。但是让队员们吃惊的却是木质中部的铭文。您看，其他宋代大墓出土的墓志一般都很简洁，可是这块石板上的竟然密密麻麻刻了差不多1000个字，这可是个大发现。虽然年代久远，墓志里面很多字看不太清楚了，再加上使用的是行草字体，读起来非常费劲，但是经过我们考古人员的仔细清洗辨认，墓主人的身份还是搞清楚了。谁呢？卓泉老人，此人姓洪，名启卫，字义立，世居天目山下。虽然别的看不清啊，但是有了墓主人的姓名，考古人员对于揭开大墓的身份背景还是有信心的。为什么呢？前面咱们也看了，封土就30层啊，又是开山凿墓加了金刚墙啊，占地呢3000平米，拥有这么豪华的大墓，这个卓泉老人洪启卫总该在历史上留下些痕迹吧。所以啊，考古人员二话没说回去翻宋史了。那结果怎么样呢？事情再次出乎了人们的预料。奇怪了，大家翻遍宋史就没有发现此人的传记，史书上没有，那就去找临安县志。可是没有想到，县志里边也从来没有提到过这么一个人。怎么会这样呢？一座豪华大墓里面没有宋代大墓标配的寝园和享殿，连后人祭拜的地方都没有。一个拥有如此大墓的主人，在史书上也没有留下任何痕迹，这到底是为什么？一时间，将军山大墓显得是更加的神秘。那么，这座神秘大墓的墓主人究竟是谁？他曾经到底有过怎样风光的过去？如此风光的人物，为什么在历史上没有记载？考古人员能够破解这些谜团吗？就在大家再次迷茫的时候，一个离奇的真相正在向我们走来。他曾高居都城府尹，宋史却为何没有他的传记？他曾参加南宋末年的著名战役，为何他的墓志只做记录而没有评说？还原当年，历史究竟有着怎样的真相？而真相的背后，我们又该明白一个怎样的道理？经典传奇正在为您解密将军山大墓的离奇之谜。前面说到了将军山大墓迷雾重重，从规模从工艺上来说，这绝对是一座超级豪华大墓，说明墓主人当年呢身份绝对非同一般。但是很奇怪的是，史书和地方志上却根本就没有墓主人的记录，而且就这座大墓还没有宋代大墓标配的寝园和享殿，不享受后人祭拜，这到底是为什么呢？这个时候啊，事情有了转机，在一个盗洞塌塌的泥土里边，考古人员发现了另一块墓志，而这块墓志的志文呢，是由洪启卫亲自为夫人撰写的，内容非常的清晰。志身上就讲了这个郎世的生平，还有他的品德啊，全都楷书写，也比较容易辨认。志文表明，郎世就是将军山脚下的郎壁村人，祖父是南宋时期的武林侯郎简，父亲的封爵呢则是新封君，他终年只有38岁，但是身份显贵。那问题来了，郎世出自大户，洪启卫呢却史上无名，难道说墓主人洪启卫只是当年郎府一个地位低下的上门女婿吗？啊，所以墓虽大却没有名气。专家很迟疑，如果这座墓只是扶贫七贵而修建的一座普通大墓，那么将军山传说的将军墓又在哪里呢？还有，这座大墓没有标配的寝园和享殿，又该怎么解释呢？对于这些谜团，周学斌非常的不甘心，他继续查找文献资料，希望能够找到一些线索。都说耕耘必有收获呀，终于在《宋史·文龙传》当中，周学斌读到了这样一句话：知临安府洪启卫请行类田，四道主其说。就这句话
专家顺藤摸瓜，终于发现了这座大墓的一个离奇真相。怎么呢？《宋史文龙传》当中的那句“四道主其说”，这个四道啊，可是历史上一个大人物，他就是贾似道，南宋末年著名的奸臣之一，官拜宰相，却对南宋的灭亡呢负有着重要的责任。这个“四道主其说”呀，显示这个洪启卫呢很得贾似道的赏识。需要注意了，整句话串起来告诉我们两个信息：一，洪启卫是临安知府；二，他才能出众，要不然宰相不会赏识他。但是我们还应该读出第三个信息，那就是洪启卫本人的地位其实并不低。怎么这么说呢？在宋代，知府这个级别呢确实不高啊，一般也就是从四品啊，这不算很大的官，但是唯独当时的都城府尹地位不一般。比如这位断案如神的包公，当年呢他就是都城开封的府尹，地位显赫。又出问题了，既然地位不低，那按照正常来说，这样的人物宋史都要为他们立传的，但是偏偏这个地位并不低的洪启卫不仅没有建造后人祭拜的建筑，就连史书也不给他立传，这是为什么呢？这些问题当时可难坏了周学斌，还得找答案。找着了吗？终于周学斌又找到了一点蛛丝马迹。在宋元交替的时候，有一个学者叫周密，在他的笔记《鬼心杂识》里边，周学斌发现了这么一个故事，说南宋灭亡的前夜，当时发生了一场事关生死的大决战，叫丁家周之役。大战之前呢，洪启卫临危受命，领军守卫京口，也就是今天的镇江。洪启卫一到京口，立刻让人四处张贴绝命诗，说家在临安，只守京口，北济若来，有死不走，以显示自己抗战到底的决心。但是谁能想到，当蒙古军队席卷而来的时候，这个信誓旦旦有死不走的洪启卫竟然打都没打，直接弃城逃走了。这是原始言传里边啊也写到了这件事儿。知镇江府洪启卫顿总管石祖忠已成降。你看看，自古说养兵千日，用兵一时啊，你洪启卫身居高位，临危受命，竟然临阵脱逃啊，这太丢士大夫的脸了。但是您绝对想不到，就他啊这么个临阵脱逃的人，竟然还有脸给自己辩解。你来看这个，这是后来通过技术手段专家解读出来的墓志内容，写的什么呢？这篇洋洋洒洒千言的志文当中，洪启卫果然提到了丁家洲之役的经过。他强调前线失败的原因是大将孙辅臣啊未战先退，继而引发大军崩溃，因为连锁反应，最后他也只好逃命了。您看看这样一篇墓志，不仅详细记载了战争失败的原因，甚至还分析了战败的后果，可是中间呢，对于自己却是只字未提，反倒是重点控诉孙虎臣将军。当时看到这儿啊，专家们有点蒙圈了。为什么呢？在正史上，这个孙虎臣可是个大人物，不仅参加了后来的焦山之战，最终呢还因临安失陷忧愤而死。就这么个人，怎么可能在丁家洲战役中逃跑呢？您看，同样一个人，评判记载却是截然相反的两回事。当然，历史的真相只有一个，关键是谁在说谎。如果史书没错，那么洪启卫为什么要撒这个谎？而这个洪启卫又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呢？通过史料的蛛丝马迹，专家终于又找到了一些答案。这个洪启卫啊，当年在丁家洲战役之前确实逃跑，但是他并没有像某些大臣那样向元军投降，而且还成为元军攻打宋朝的急先锋。他去了哪儿呢？他连夜逃命，最后带着妻子回到了妻子的故乡郎壁村，在这里归隐终老了。按照这层意思，专家认为将军山大墓的谜团应该可以解开了。你想啊，正是因为背负着啊临阵脱逃这个巨大的人生污点，洪启卫呢为人所不齿，甚至
对手都瞧不起他，所以猿人修订的《宋史》没有为他立传。至于家乡的临安县志，那更不用说，自然也就没有关于他的只言片语了。至于前面咱们说到大墓前面没有寝垣和享殿，道理也是一样的，这样的人作为逃兵，他不配享受后人的祭拜。但是研究到这儿，专家又有了一个新的疑问，那就是既然是逃兵，这个红旗卫又为什么要在自己的墓志里花上近千个字，要详细的记录丁家洲战役呢？这不是没事找抽吗？关于这个问题，专家从墓志里读到了这么一句话：晚读诗史，有惠于心，即好卓全。从这句话里呢，可以看出晚年的红旗卫似乎在做一种辩解。他是在一个读历史的一个瞬间，他突然会心地悟出了自己的一个名号，叫卓全老人。那咱们从这字面意思，卓肯定就是一种笨拙的状态，通常放第一个字可能更容易是他潜意识里面的一种诉求。也就是说呀，在他的心里边，丁家洲战役呢的确是他永远的痛，痛到他不愿意去触碰，但是他在心里呢这个坎又过不去，就只好用笨拙这个词来称呼自己，以此来麻醉内心。他并不是一个不爱国人，他是爱国，但是是大势所趋，他无能为力，只能选择用最好的办法，这最好的办法就是让人民不受损害的接纳的办法，同时他自己逃走了也不会成为一种叛国的汉奸，对不对？哎，这应该就是红旗卫之所以写下这篇墓志记录当年战役的原因了，反映出晚年的他心里很煎熬，也很扭曲。但是您不知道，就这么一个人，一个当了逃兵晚年还在自我麻醉的人，却有着一个不一样的祖辈。谁呢？他的爷爷洪兹奎。史料记载，洪兹奎是一个一身正气的爱国诗人，他为官耿直，多次上书直陈弊政，因此呢得罪了很多权贵，但即便这样，洪兹奎依然备受朝廷的赏识，官至刑部尚书、端明殿学士。另外呢，这位老先生啊，当年还是一位有勇有谋的抗金英雄。宋史《兹奎传》里边就有记载他在扬州大摆空城计、智退金兵的故事。有点讽刺吧，爷爷是抗敌英雄，孙子却当了逃兵啊。当然了，面对历史赋予的使命，每个人都可以做出不同的选择。比如说像文天祥、陆秀夫，他们虽然是一介文人，却宁死不屈，赢得了敌人的尊重，最终名垂青史。而像洪启卫这样贪生怕死、安于逃避，最终呢，这样的人应该被历史遗忘。好了，下期经典传奇咱们再见。